圣经讲到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三十七到三十九节，好的，咱们一同来读。一、二，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不沉沦的那种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好，咱们一起来闭目，为今天所查考的一人必因信得生向神献上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引导你自己的众儿女，使我们在这里一同来分享你的话，求你在我们中间亲自来说话，因为我们要寻求主你的面，要寻求你的话语，你向众百姓显现，向众人显现，借着我们今天在这查考圣经，你用你的亮光来光照我们，引导我们的意念，使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用诚实用心灵来敬拜我们这一位独一的真神。因为你是神，你是全能的神，你是荣耀的神，今天你必在我们中间亲自来引导你自己的众儿女，使我们的敬拜和侍奉都达到主你的面前。求你亲自来保守我们的聚会，你除去一切的拦阻，除去撒旦一切的搅扰，在我们中间亲自向你自己的百姓说话，把你自己当讲的话语放在你的瓦器里面，借着他的口丰丰富富地临到我们。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求你与这个接待的家庭同在，借着他的接待使这里的福音大得兴旺，也带领更多的人的脚步来到主你的面前。我相信主你必照着你自己的应许给我们成就，这样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好，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今天一同来交通的课题就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一人必因信得生。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信，信的重要性。信的重要性，信重不重要呢？信重不重要？我们首先看第一点，神喜悦信。喜悦人神喜悦人有信心。咱们先看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神喜悦人有信心。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六节，晓得吗？我来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里面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要想得神的喜悦必须建立在信心的基础上，是不是啊？耶稣在四福音中间传了许多的道，有很多的犹太人不信，拒绝了耶稣基督，但有许多那些残疾的、有病的，甚至于那些寻求主的人到耶稣面前来的，耶稣就夸奖了他们的信。耶稣说这样的信心连犹太人中间也是找不到的。为什么耶稣会夸奖有信心的人呢？因为神喜悦信，对不对？神最喜悦有信心的人。这个信到底是什么？到底什么是信？为什么神会喜悦信呢？信是我信他，不是我信我，是不是啊？有多少人把这信忽略了？多少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也追求，只是没在信上建立。那上帝叫你在信上建立，这是上帝喜悦信。那么首先呢，我们不知道什么是信，有很多人说我不懂什么叫信。神喜悦信，的确是喜悦信。离开信心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这段经文说人非有信，就是人若不是因为信心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旧约圣经里有很多的例子，有不信的例子，也有信的例子，但上帝今天他最喜爱的就是人有信心。那这里边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说我们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先信有神，且信他赏赐了寻求他的人。那你寻求他，上帝要赏赐你，这个信心就起到果效了。上帝要信，上帝不要别的，说为什么要信，等会儿咱们就看，等会儿咱们就看啊。这是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我们的今天，我们这个信仰要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如果建立在我们的身上，走来走去就会倒塌了，因为我把房子根基扎在沙土上，不是扎在磐石上。在耶稣基督身上建立的信是真正的信，所以他要信，他就举出了许许多多的例子，举出这样的信和那样的信。那上帝在信上建立章程，我们首先看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首先看第二，神喜悦人在信上建立章程，这是神最喜悦人在信上建立章程。章程是什么意思呢？章程啊，写文章对不对？建立工程，程是工程，章是文章，是不是啊？这是两个词合在一起的，在哪儿写呢？在信上。那神为什么要在信上建立章程呢？到底信是什么？等一会儿咱们再讲这个信是什么。那今天是圣经的多处经文提到信，特别新约圣经，耶稣基督夸奖了许多的信。今天我们有信心，上帝也喜悦我们。我们看这段经文是第五节，第五节找到吗？从第三节开始看啊。提摩太前书一章三节，提摩太前书一章三节啊。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建立的章程。在信上立章程，因为当时啊，保罗在给提摩太写信的时候，这个时候有许多的人在传讲异教，说这里边说不可有人传异教，说不可传异教，有人在传异教，那什么是异教？不在信上建立章程的都是异教，是不是啊？不在信上建立章程，这里面说在信上建立章程，当不在信上建立章程的时候，就都是异教，离开了信就是异教，因为神许愿信，人不给信，这就是不在信上建立章程。当一个人不在信上建立章程的，就不在基督身上，当不在基督身上，就在自己的身上，或在这世界上，或在某个人身上。当你的信钉住在别人身上，这是信人；当你的信钉在自己的身上，这叫自信；当你的信钉在偶像的身上，这叫拜偶像；当你的信专注在耶稣基督身上，这叫信主，对不对？那这个信具体怎么信，等一会儿咱们会按照圣经所说的。所以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那这里面保罗说的异教，什么叫异教呢？下面就解释了，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
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建立的章程，不发明，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建立的章程。那些人传异教的和那些人听从荒谬无凭的话和无穷的家谱，这些都没有用的。保罗在这里是不是支持弟兄姊妹去为那些无穷的家谱和那些荒谬无凭的话语来辩论？那到底怎么样才能是蒙上帝喜悦？下面说，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建立的章程。突出点在哪？突出点在哪？信。所以这里边讲的突出上帝所要的信。但这些家谱和那些无穷的空谈惯语都不能建立人，都不能在信上建立章程。第五节说，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哪里生出来的？爱是生出来的，是不是啊？这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有人偏离这些，不是讲信，不是讲无愧的良心，而反去讲那些个荒谬无凭的话和无穷的家谱，就把人带到旧约那些家谱中间，带到旧约那些荒谬无凭的话语中间。所以保罗在这里讲的，这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建立的章程。这里面强调的是信，不是强调的是那些旧约那些荒谬无凭的话。有人偏离这些，反去讲虚浮的话，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所论定的，自己首先想做一个教法师教导别人的，但自己所讲说、所论定的是什么，他自己都不明白，他还给别人讲。那这里面强调的是信，他们讲强调的是旧约那些律法上的规条，所以这里面就强调了什么呢？有人偏离这些，反去讲虚浮话。那到底什么是虚浮话呢？想做教法师，却不明白所讲说、所论定的。下面就第八节就告诉你，他们论定什么什么东西，那些荒谬无凭的话是什么。我们知道律法也是好的，马上就谈到律法的事情，对不对？马上就涉及到律法的事情。那这些人讲虚浮的话，那这虚浮的话是什么呢？就是那些律法上的东西，叫众弟兄姊妹要守住旧约的律法。我问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信耶稣是守住旧约律法吗？不是。不是。为什么不是守旧约律法呢？因为今天新约的人去守旧约律法，这不是上帝的命令，对不对？神命令是什么？在信上建立章程，对不对？神喜欢人有信心，神喜欢每个人都在信上建立。这里面提到律法的问题，第八节说，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律法好不好？好。好，能不能守住？守住。好是好，你守不住。太阳好不好？好。能不能摘下来？太阳好，能不能摘下来？不能。不能摘下来。太阳好，只能照你，这个好，只能为你服务，但你摘不下来的。好是好，但你摘，你根本就摘不下来的。律法好不好？好。好，但你去守它好不好？不好。好东西往往不是叫你守的。你看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的合意。那这个合意是什么意思呢？合适。对不对啊？只要人用的合意，律法是好的，肯定是好的。但你怎么用？是用经意，是用字句。如果用字句，就把人带到死里；用经意呢，就把人带到生里。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守，一个是信。如果我凭肉体守，离开了信，那就把人带到死里。因为圣经里很多的经文呢，很容易造成弟兄姊妹去凭自己的血肉绑臂守。每个人上帝都给一个血肉绑臂，也给个灵，也给魂。血肉绑臂是能看见的，
我是用能看见的手看不见的律法，还是用信心去信看不见的耶稣？那么现在就很关键的，律法呢是旧约里头，我们今天上帝在新约里叫我们在信上建立章程，但有许多人不在信上建立章程，就把旧约那套东西原本不变的把它搬过来给弟兄姊妹来守，能守住不能守住，能不能守住神强调的信我们不要。那么现在旧约许多信的例子，最后咱们会可以把那些信的例子拿出来给弟兄姊妹来看一下，这里边说在信上建立章程，神喜欢在信上建立，写文章应当在哪儿写？在信上。信是心，对不对？心动，我要去守呢，是肉动。信是哪儿动？心动，手是肉动，是不是啊？好，愚公移山是不是啊？用什么动？愚公移山呢、啊？用什么动？用肉动。雷公做好事用什么？用肉动。对不对？上帝教我们移山怎么移？信心。他说：“你们的信心如同一粒芥子那样大，对不对？山都能挪移，是不是要信呢？是不是要信？那今天有多少人是在信上建立呢？”可以看看，因为我周边的很多的人都在信耶稣，一面信还得一面守，守不住了还不行，有没有呢？有啊，边信边守，边守边信，一面守一面信，这样的基督徒，这样基督徒在世上有很多，中国就有很多，是不是啊？甚至都上亿的这样的基督徒，没明白救恩呢、啊，是吧？这里面有两个动，一个是信是心动，手是肉动。肉动力量大是心动力量大的？心动力量大，心动力量，心动是主做，对不对？这个肉动是我做。哪个人哪个做果效大？我做果效大是主做果效大。哎，这是最关键的。心动和肉动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守字句和守经义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一个是守经义，一个是守字句。守经义信心守，守字句肉体守，你可以选一个，是守经义是守字句，哪一个好？神今天要什么？他是要人心动还是要人肉动？心动，对不对？神喜欢外面的还是喜欢里面的？但有人做教法师他不是这么做的，他是把律法整个搬过来，把旧约律法叫新约的基督徒来守，对不对呢？把旧约律法搬过来叫新约的基督徒守，对不对？把日本的法律搬过来叫中国人守日本律法，行不行呢？不行。不行，为什么？啊，不做不是日本人，不是日本人。把法国的法律搬到中国叫中国守，不行。不行，我们没守过。把英国的搬过来，啊，就叫中国人守，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那么这犹太人的律法叫中国守。叫现在的咱脸下的人守，行不行？不行。不行，原因是因为这个律法不是给我们设立的，因为在提摩太前书这里面就直接说，律法不是为我们设立，不是为义人设立的。注意看啊，有说第八节，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的合意。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乃是为不义、不法和不服的。谁是不法的？谁是不服的？这律法对他起作用。
但对我们绝不起作用，是不是？因为我们是义人，在基督耶稣里面被称义的人，所以这律法对我们是不起作用的。当你把犹太人的律法拿过来给外邦人守，这本身就是传异教，听清楚了吗？这本身传异教。什么叫异教？把这个时代的人拉到旧约时代守旧约的律法，这是不是异教？是，这就是异教。异教和邪教还有一些区别，异教就是和圣经所漠视的不一样。神今天在新约里对那些因信称义的基督徒要求的是信，当你把它带回到旧约里靠肉体去守，已经是异教了，对不对？那简单做个简单例子，你姥爷的户口簿，对不对？或者你姥爷跟国家签订的协约，你用行不行？为什么不行呢？那是你姥爷的，和你没有关系。虽然是你姥爷的，但是和你没有关系。你姥爷是不是你上一代的？他跟政府签订的协约，当你这一代的出来了去守你姥爷，让政府要跟你自己签订协约，是不是啊？或你姥爷的身份证，你今天拿着去到外地去住店坐火车都不好使，因为那是你姥爷。你说我姥爷是我姥爷吗？我姥爷就是我姥爷的吗？我爷爷的吗？我用能怎么的？你又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你姥爷的身份证，你姥爷的照片，你姥爷的名，你和你姥爷名不一样，虽然是一家的名不一样，行不行？你爸爸的行不行？怎么不行呢？用呗，完谁只要是身份证就用呗，是不是啊？你祖太爷的东西他都死了，跟政府签订个协约，你把这协约拿出来了，好使不好使？去使用这个协议行不行？不好使，不好使啊。那我们老祖宗以色列这个民族，他是在上古时代，是上帝跟我们的祖宗立的约，我拿过来去守，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的，因为已经过去了，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是不是？简不简单？这个礼仪简不简单？特别特别简单，是不是啊？就这个理。旧约虽然有新旧两约，但这个旧约的东西你不能拿过来。我们在信上建立章程，上帝就喜欢信，不喜欢你把旧约东西拿过来守。你守能守住不？守了，有许多人信了好几十年的耶稣，守了那么多年，守没守住？没守住，没守住，没守住，继续守。守不住再继续守，行不行？不行。有明知道守不住的，有的人瞪着两个眼睛还在那守。你要说不让守吗？他说你是异端。那他是异端，他说你是异端。昨天我们那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建立教会，建立三次会的，我给他打电话，他说你是异端，他说我是异端。后来我给他发经文。发了好几条经文给他发，我就直接我就告诉他，你们走了未利往巴兰路上狂奔，是不是啊？就是为了利益。有的人信耶稣根本不是为了传讲天国的福音，也不是为了得生命，就是为了众弟兄姊妹有爱心有奉献，就为了奉献，就为了要这个钱。在东北那地方，在北方混不了了，跑这俩回来，反正远来的和尚好风景啊，远来的人就好，近来的人就不好，所以他上这个地方来了。上这个地方已经被许多人欢迎，并且这些人都大力的支持他，大肆的挥霍神家的钱财，有的人闭着眼睛不看，还照样的往上奉献，奉献的很欢的，奉献很起劲的。但我告诉你，你所奉献的都是没有功效的，一点果效都没有。
因为你照着旧约的律法奉献，就是供养那些有贪心的人。但今天我在这里，我跟弟兄姊妹讲的不是这些，我讲首先在信上建立章程，是不是啊？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神就喜欢信。好，再往下看啊，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的合意，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的和不服的。那你是不是义人？是。我们在这些事上已经死了，我们不是不法的人，因为我们不在律法以下，对不对？我们也不是不义的人，因为那些不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就是不义的人，不法的和不义的。下面看，不法的和不服的，谁不服对他就有起作用。不虔诚就是圣灵没在他里面，道没在他里面。虔诚是什么？两个词合在一起，虔是敬虔，诚是诚实，对不对？不虔诚和犯罪的，我们不是犯罪的，因为我们是从神生的，必不犯罪。这群人是不是从神生的，因此是犯罪的，不虔诚，道没在他心里头，所以道也不可能在他肉身上中显现，所以他是犯罪的。不圣洁和恋世俗的，他们是不圣洁，我们是成圣成义的人，对不对？他恋世俗的，我们不属这世界，他们是属恋世界世俗的，是父母和杀人的，是父母，这个是父母也是杀父母的意思，或杀人的，违抗父母，杀人的，行淫的和亲男色的。这父母有好多的意思，这个是父母，这个是有好多的意义啊，有以小犯上的意思，和杀人的。我们不是，我们一个死了，和基督同葬了。行淫的和亲男色的，这只是那些人说的，抢人口和说谎话的，并欺假事的，或为别样以正道的事设立的，并不是为我们设立的。下面说，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托交托我荣耀的福音说的。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是信福音的人，当信福音的人就不在这群人中间，所以他们不在信上建立章程，不信福音。你对他讲福音他不相信。昨天有一人给我定个什么派，你是个救恩派，我说这证明你不讲救恩呗。希伯来书第二章一节怎么说的？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他说我们不讲救恩。我说那你讲什么呢？反正我们跟你讲的不一样。你说这样人说话，就因他的嘴将来上帝就要定他罪，是不是啊？他自称不讲究文，那他讲的到底是什么呢？不知道，有的人不知道，讲自己讲什么，这就是这句话就对他们最起作用的。说有人偏离这些，反去讲虚浮的话，想要做教法时，想教别人，自己都没明白，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所论定的，上帝注重的是救恩，人信救恩才能得救。他不讲救恩，那这样他还说你是救恩派的，我们不是救恩派，那他不是救恩派，他就是异端派的，是不是啊？他给我们设了一个派，我说你把我打到任何一个派别里，想把我定死罪，那都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道理你想要推翻不可能，因为上帝所兴起的，那你要想推翻就不过是螳臂挡车，匹夫撼树。好，我们看这在信上建立章程啊。再看帖撒罗尼迦，往前翻，帖撒罗尼迦的后书一章十一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十一节，那个是在信上建立章程。第三，一切因信心做成的功夫，一切因信心做成的功夫，走的吗？十一节说，
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说因此我常为你们祷告，愿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神呀，愿意所有的人配得过所蒙的召，就用大能成就你所羡慕的良善。谁成就？谁成就？神成就。神成就什么呢？神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你羡慕不羡慕良善？羡慕。良善的只有几位？一位。一位。除了在天上的父，再没有良善。所以神要用大能成就人所羡慕的一切良善。不是我今天靠肉体行点善，你行点善那是地上的善，上帝要把天上的善给你，要不要？要。先说良善的只有几位？一位。良善只有一位。什么叫只有？单单的唯有一位良善。那说良善的只有一位，上帝今天要借着信心成就良善，一切因信心做成的功夫。这个地方说一切因信心，这个地方说神喜悦信的人，这就是说在信上建立章程，喜悦人在信上建立章程。那么神喜悦人有信心，这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是神喜悦有信心，上帝要管每个人要信心。要什么信心呢？要信神的信心，要信耶稣的信心，不是要自信的信心，对不对？神要喜悦信心。下面说神喜悦在信上建立章程，在这上面写那文章，那个属灵的文章在哪儿写？在信上。那属灵的工程在哪儿建？信上。哎，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对不对？我们是他的工作，我们是被工作者，他是工作者。我们今天越过了神的工作，想自己在肉体里建造，在行为中间建造，在律法中间建造，在立功之法中间建造，都是枉然徒劳。上帝要在哪儿建造呢？在信上建立，就在信上建。就像一封信，他说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说，我们原是他的信，是吧？原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写成的，就是哥林多前书这一章圣经。你看啊，翻过来看，等一会儿咱们再看帖撒罗尼迦后书，哥林多比前书后书第三章，后书的第三章，神喜悦信。最后我们先把上帝喜悦的东西我们就给他，好不好？他要什么？信。他要信，他要信，他要在有信心的人，他要在信上建立章程，他要一切因信心做成功夫，好不好？那我们就给他要什么我们给什么。好，第三章第一节，我们岂是举荐自己吗？岂像别人用自己的见信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见信给人呢？说你们就是我们的见信，写在我们心里的，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就是一封信，对不对？写在哪里的？写在我们心里的。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是不是？是一封信，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这封信不是用墨写的，这封信不用墨写，对不对？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我们世上的信是用墨写的，但天国的信在我们心里头是用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的，乃是写在心板上。这就强调了心板上只有信，对不对？强调是信，如果我把这信给忽略了，就变成异教了，就变成传异教了，
好，弟兄们，我们上教会的中间，我就给你传，不可吃这个，不可吃那个，不可喝这个，不可喝那，全是传哪事儿？地上事。地上关键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谁？就是神。那我传的不是传神，是不是？我不传神。我不传神。我传什么呢？我传律法，我传手，是不是？我传那些规条，我传肉体那些不可吃、吃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这是不是信？不是。这是不是信？那就传手了，不传信了。上帝要什么？那信。上帝这里面说，人没有手，手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吗？有吗这句话？没有。这里面人没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谁喜悦什么？信。他喜悦心灵和诚实，所以耶稣基督说，神是个灵，敬拜神的要用心灵和什么？诚实。诚实。他喜悦诚实的人，他喜悦灵，因为神是个灵，他当然喜悦灵。神是个灵，你拿肉用肉，这肉是会坏的，神不会坏的，对不对？他既然是不坏的永恒不变的神，永生的神，他也喜欢这永恒不变的信心来信仰。他既然是灵，他喜欢用你灵动，他不喜欢血肉绑臂。所以那些靠血肉绑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不是有罪了。当你动肉的时候，你就不动心了。动肉是我在做事儿，动心是主在做事，我用心相信主在做事，能一样吗？又一样。对呀。好，我相信我爸爸能代替我挑水，和我自己去挑水，又一样。一个三岁的孩子说，我自己要去挑水，能不能挑动？挑不动。挑不动的。那他相信他爸爸能帮他挑，这叫信，对不对？什么叫信？我相信我爸爸能帮我这个把这水挑回来，我不相信我自己能挑动，我自己挑不动，是不是？很明显的，这里的信是相信主，不相信我。现在在我的身上就叫自信，所以这里面说有一封信，这封信往哪写呢？我们写在书上。我们平时就是往书上写，但别看这本圣经，这本圣经你看的是字，但我告诉你这不是字，灵，这是灵。他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就是生命。如果你不是在不把主的话看成是灵，那就变成字句了。我用肉眼看全是黑字啊，是不是啊？我用肉眼看全是字，我看的是死的。如果我今天不是用肉眼看，用心灵的眼睛看，就变了。这个字突然变成灵，无限的神成了有限的人向你显现，无限的灵成了有限的文字向你显现，道成了文字，道成了肉身，这位主大道成了肉身，成了文字向众人显现。人用心灵和诚实就能得到这个道，不用心灵和诚实就得不到这个道，用信就得到道了。得到道，这道在你心里长大成人，长成满有基督身量，你的生命就丰盛了。但你用的不是心灵，你用的是肉，这道和你没有关系。道是道，你是你，你信了主一百年你还是你，你是肉，你永远是肉，你也不可能成为属灵的。为什么有的人看圣经就能看懂，有的人就看不懂？原因是因为他把字就当成字来看了。他说道是道，灵是灵，灵不是道，道不是灵，这么看永远也不能成为你的生命。有信心的人是把有限的文字化作无限的灵，化作无限的生命，你要把它看成是生命，这样你就能得生命。你要把它看成是有限的文字，就变成死的了，因为字句是叫人死的，经意或叫灵意
是叫人活的，是不是啊？这就是用信心把有限的文字看作是无限的灵，用信心把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有限的身体看成是无限的灵，这就是信，对不对？当我们看文字的时候，眼睛就盯在文字上，就说这不过是故事，圣经不过是故事，是不是啊？不过是人写出来的书，你会这么说的，因为你没有看见是圣经里边的亮光。用灵看就有亮光，用肉看就没有亮光，就变成死的字句了。好，再往下看啊，这里面有两个，有几件事情，就是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你能不能把这本圣经看成是永生神的灵写的啊？还是把它看成是用墨写的，写的黑字，在这都明明是黑字嘛，这不一本圣经上面是黑字吗？这明明用墨写的黑色的吗？还是用把它看成是永生神的灵写的？感谢主，这是神的灵，不是肉，这样你的信就成功了。都去信耶稣，有得着生命的，有没得着生命的；都信耶稣，有重生的，有没有重生的；都信耶稣，有明白的，没有明白；都信耶稣，耶稣说口里都喊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得去。有人说那遵行天父旨意不得守住律法吗？不一定，不一定是守律法的人，相反守律法的人倒是被咒诅的，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而是不能进去天国的，是不是啊？那么提摩太前书里强调那个地方，不是强调人去守，而是强调不要守，要信，在信上建立章程。那这一段经文呢，告诉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也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哪儿？心板上，由外面转到里面去。今天我们这个生命，如果那信心，什么叫信心？里面这叫信心，外面不叫信心。由外面转到里面，由墨写的转成灵写的。我们的现在这个录像需要转换格式，如果那格式要不准的话，你播放都播放不出来，是不是啊？都得转换。我们录完了不是直接就上传了，而是经过转换，转换成为合乎网络播放的那个格式，对不对？那我们的心今天必须把它转换，我们借着信心把上帝写成的有限的文字在书上的转换成在心上，外面的转换成里面的，默写的转换成灵写的。会转换吗？嗯，会转换吗？怎么转换？用信转换，对不对？转换一下，每个弟兄姊妹都把这个上帝的话转换成格式。好，往下看，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用信心来转换神用墨写成的书，用信心转换石板上的变成新板上，熟的变成信的，字句的变成经意的，外面的变成里面的，定罪的变成称义的，属地的变成属天的，有限的变成无限的，必须变。如果你不变，最后呢还是在字句里活着。只要你在字句里活着，你就放心，你不会明白到耶稣基督来的你还是属肉体的，你信不信？听清楚了吗？好，这是在一切用信心做成的功夫。回到帖撒罗尼迦，回到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第十一节，在这上面是一切用信心做成功夫，谁要在你身上成就良善，你用信他来成就，你用信他挪山，他移山，你用信他叫死人复活，
你用心，他就长大麻风的给医治；你用心，他就能行走。你只要用心，他就做；你不用心，他就不做。为什么有的人祷告，上帝不做呢？就是他不用心。你什么时候用心，上帝是什么时候在你身上，他的能力就在你身上展现出来。你不用心，你使劲祷告他也不听，你祷告了一大堆他也不听，因为你没有建立在信心的基础上。有的人祷告又臭又长的，但上帝不听。不听的原因不是因为别的，不是在信上建立的，也不是一切因信心做成的功夫。上帝就要用信来做成以后的功夫。你没有良善，上帝要在你身上成就良善；你没有智慧，上帝要在你身上成就智慧；你没有爱心，上帝要在你身上成就爱心；你没有能力，上帝要在你身上成就能力。但你现在不在信上，上帝必须有条件说，你只要有信，在信的上凡事都能。这个凡事是什么意思？所有的事都能。但你就不在信上见，你就需要凭肉体守。你现在就改了，把信的改成什么？守的里面的改成什么？外面的灵的改成肉的，用动你的肉体。所以是不是肉动灵不动？在这种情况下，上帝不会让你不给你成就，不会在你身上成就。这里边一切在信上显示长成，因为你不在信上建立，上帝就不动。你不信，你看同样都是信耶稣的人，有的人一下就明白，明白了马上就欢喜快乐了，没明白的人马上就愁苦了，越信越勒吧，越信越紧呐，是不是啊？是。越信越紧呐，罗锅上山嘛。你是因为罗锅上山，怎么什么感觉？罗锅的人那个山爬，你想想，越他明明就往前倾着，山是再有山坡，他往山上倾，越走越紧呐。为什么紧？越走不脚步越快，因为往前倾啊。你不信吗？你不信看罗锅怎么走的。上山的时候他就平时走路还差一点，就上山的时候往前倾，马上脸都要贴那地的，因为山有山坡，他往前一弄脸就贴地的。现在有多少人就在这种光景下没明白在信上建立章程，也明白没明白一切以信心做成功夫。神的神能要向什么样的人显明啊？信的人。你在不在信上建立章程？你如果不在信上建立章程，你所求的都是枉然徒劳，你所信的都是枉然徒劳。你不是说你信吗？有不有许多人说信吗？信。昨天晚上我遇见一个姊妹，是河北的，对我气够呛，我越不想跟他说话，一个人跟我说话，人跟我说话，那佛教不和基督教都一样吗？一样吗？那佛教不也有戒命，基督教不也有戒命吗？你看不看哥？他们往上看一样，都差不多，都是叫人行善的。你是这么看的吗？不是。基督教和佛教有什么不同？佛教和基督教不一样的在哪儿？基督教是拜上帝，佛教是拜偶像的。第二是基督教是用信心，佛教是靠苦待己身，是用肉，对不对？佛教没有什么。佛教是不是啊？它上面是极乐世界，我们上哪儿？没有什么。我们上哪儿？我们上哪儿？海浪吗？我没说你得什么，你说你得什么？我说。我们今天信基督的上哪儿？那怎么说永生呢？基督教不是进天国吗？上天堂吗？那佛教上哪儿？上地狱里，上牛王火炉里。再有像明确在启示录里这么说，这是信吗？
有的人靠手，那你不如信佛了，你不用信耶稣了。耶稣和其他的宗教不一样的就是在这个地方，其他宗教靠肉，基督教靠灵，对不对？其他宗教靠手，我们是靠信的。你把基督教给改一下，变成手了，就把基督教给和其他的宗教给混为一谈了，就不会好的。凡靠手的没一个好的。历史里来，以色列全会众都因为守律法倒闭在旷野，靠肉体守，全部倒闭旷野。那么今天上帝要的是信，看谁能信，谁能在信上建立章程，谁能一切因信心做成的功夫，无论将来我能神在我上显多大的能力，都是因为我的信。说你的信救了你，上帝每个人都给信，也给肉体，看谁靠肉体，看谁靠信心，看谁凭眼见，看谁动用自己那个肉块，就给每个人一块肉，也给每个人灵魂，对不对？叫灵魂体，灵魂是看不见的，体是能看见，看谁能用看得见的去做看不见的事，还是用看不见的做看不见的事。肉体能看得见去做属灵的事，属灵看不见，对不对？我们和佛教不一样，你信不信？信不信？信。好，这段经文我们再注意看第十一节。因此我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就是愿我们的神，但愿我们的神能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下面就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那这个良善是用神的大能成就的。神为什么要差遣他的独生儿子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神为什么要去要你动动信？神为什么今天亮你手了？因为上古时代一个以色列民族全部倒闭旷野，就是因为守不住倒闭旷野的。所以今天神要你用信建立章程，一切因信心做成的功夫，你干不干？你信他做行不行？你信他不？你信三能挪移，上帝就叫三挪移；你信死人复活，上帝叫死人去复活；你信长大麻风的得医治，他就这就叫神人同工。你愿不愿意？不愿意的，那就永远也达到这个果效，因为上帝这个果效就是在信上建立。你信他做，神人就可以在同工了。神拣选一批人，就是叫这批软弱的人。为什么拣选世上没有的、软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无有的，就是要显明他的在信上建立章程，就要显明他的能力。他们拣选亿万富翁，他们拣选国家最高的领袖，他们拣选很多的科学家。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有智慧，上帝今天就要显明在把他的能力显明在没有智慧的人身上，在没有人没有智慧的人身上显明信，在有智慧的人身上显明自己的智慧。所以上帝不拣选那些有智慧的人，有能力的。所以在你中间，富足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智慧的不多，是不是？所以就要灭绝人的智慧，要废弃人的聪明，就要把他自己的能力借着我们的信彰显出来。谁用方法用对了，果效就是对的；谁用方法用错了，果效就一定是错的，对不对呀？神要的方法是这个方法，信的方法，但是你不给信的方法，不用信的方法，你下来的果效一定是错的，对不对？信仰和一些个世上那个这些道理差不多少，这规律差不多少，你要迎合了那个规律就成功了，你要没迎合那个规律就不能成功，是不是？很多很多的很相像的。你比如说男和女结合了，这就是一种爱情或者是一种婚姻，就会产生出来另外一个结果，就会生下一个小孩，那是有结果的。那你说我不用这种
你用克隆的方法，那这个孩子当然他就没有父没有母的，克隆还得上人身上去取，对不对？取那个细胞进行克隆，没有你这个基因他也克隆不了，是不是啊？他必须迎合那个条件才能成功，一切都是迎合那个条件。上帝今天他的能力在你身上显现，必须你借着信迎合他的所给你设计这个规律，这是驳不倒的理。我想今天我唯独迎合因信耶稣基督才能进去天国，我不信耶稣基督肯定进不去的，因为这是唯一一条通道。我想我用我的血肉绑臂效法佛教，效法雷锋，效法教育路，效法孔繁森，都是不可能的，因为上帝要信看谁能信，一个人信就能救你这一个人，不能代表别人，你的信就只能救了你，你信不信？你不能把我的信代表别人呢，我信了别人就蒙福了，不是那么回事。你的信别人也必须得信才能蒙福，才能得救。所以在这上面就说一切因信心做成的功夫，就一切他用大能，你用信心，好不好？神用什么大能？大能给你成就良善，是不是？大能成就，你没有良善，上帝用大能在你身上建立，把旧的脱掉换成新的，是不是用大能？谁有能力的？我没有能。下面说你用什么？用信心。你用信心，他用大能，你用信心，神就要这个神人和二人同行。他用大能，你不用信心，不在你身上成就。他能不能？他能，但你没有心，他不能。他在你身上不能，他在什么人身上能呢？在信的人身上能。那不信的人，耶稣在他面前不行神迹，一个神迹都不行。不信的人来试探耶稣说：“主啊，你给我们行了什么神迹，好叫我信你了？”这叫试探。所以上帝的能不彰显在不信的人身上。所以在以弗所书的第三章说。第二十节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么上帝能够做一件事情超过你所求所想的，你所求所想是有限的，但上帝所给你成就的是无限的，好不好？好。神就要在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呀，要彰显在你身上，要显现在你身上，要把他的荣光显现在你身上，把他的智慧和大能都在你这个有限的人身上彰显，看你让不让他彰显。你说我今天不用你，我去今天凭肉举手，所以当手的人只能辅助一条，神的能力不在他身上显明，所以他只能辅助一条。什么叫一人必因信得胜？等一会儿咱们会讲这个。所以这三件事情是最关键的。第一件事情，神喜悦有信心的，第二件事，神许愿人在信上建立章程；第三件事，一切因信心做成的工作，去告诉所有的一切是多少？所有。所有的，我今天从信耶稣那天开始，等于信，下面还不是以至于行，不是以至于守，不是以至于憋，不是以至于板，而是下面说等于信，以至于什么？信。都在信上建立。为什么说本于信以至于信呢？什么意思啊？开开书吧，关开开一个开。本于信是什么？以信为本，对不对？这叫本于信。本于信信什么？信神，信什么？耶稣基督。信耶稣救我，耶稣拯救我，耶稣为我的罪死了，埋葬了，并且从死里复活了。本于信这件事，以至于信什么？信我和他同死同葬，也要同复活，对不对？是复活那个形象显明出来了，是基督那复活形象在我身上显明出来，不是我靠肉体，不是我靠手。
对不对？不是我靠人工的，有的人是人工的加工自己，只是加工这肉体，加工来加工去变成假冒伪善，神就定他为假冒伪善。为什么是假冒伪善冒出来的？不是圣灵更新，不是神成就的。神要用大能在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神要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当你不是在信上建立的时候，神大能不成就的时候，最后你装出来的东西都是假的，你信不信？当我不等神的时候，还没等神在你身上工作呢，完了你就在那憋呀，在那板呢，把自己憋得够呛，板得够呛，手臂法手啊，死手紧手，最后结果上帝给你一个结论说，你这假冒为善的人有祸了。你说你惨不惨？信主信了好几十年，最后被上帝定为假冒为善，啊，好不容易忙活来忙活去白忙活了。你以为没有白忙活的吗？耶稣说口里都喊抓抓的人，表面建立工程建立建立错了，上帝要天上的工程他建立地上，上帝要的是生命他要的是生活，上帝要的是信他要的是手，上帝要的是恩典他现在见到的是律法，错没错？错了。他拿出那个东西和上帝所要的不一样，对不对？他手的东西和上帝所要的不一样，上帝要信要礼拜他，神是灵，敬拜神的要用心灵和诚实，他不要心灵啊，他不用心灵，就外面手就行，一天过个宗教生活就完事了，守个礼拜天去守完了，下面就过个宗教徒，就做个宗教徒就完事了，其他的他完全不管，我得不得着生命力不关心，反正我守着律法了，良心好就行呗，做点好事就行了。难道说你今天信耶稣就做点好事就行了吗？是吗？是信耶稣就是为了做点好事就行了吗？这就满足了吗？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都得永生。那信耶稣目的是什么？对，我没达到这个目的算不算信耶稣？不算。没有永生没得着，重生没得着，永生就没得着，永生没得着，那将来天堂就没得着，天父你就没得着，什么你都没得着，凡天上就没得着，那就只能得到什么？地上地下地完了，是不是完了？全白跑，全空跑。所以我们今天应当怎么信，这是第三点啊，记住了，他喜欢信我就给信，他喜欢在信上建立章程，那我就在信上建立章程，他喜欢一切因信做什么功夫，他要用大能成就你一切所羡慕的良善，你信不信？对，你信他成就，他在哪成就？在我身上成就，对不对？你用信心，他在你身上成就，成就什么？旧的脱掉，新的彰显出来，是不是啊？是，脱掉旧的，脱掉亚当的，脱掉属肉的，不叫你拿肉体夸口，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何为信心？神注重信呢，一人必因信得生，这样的经文我能给你找，现在就能给你找四处这样经文，四处这样经文就足够了。人家说凭三两个人见证上帝不得连续而死，那现在不是三个了，而是四个，对不对？四处因是四个，但是信一人必因信得生，一共有四处经文在写的，加拉太书还希伯来书，一人必因信得生，对不对？还有旧约的哈巴古书，是不是？第二章里头有这一人必因信得生，罗马书，这四处经文提到一人必因信得生。既然提到的因信得生，这样就问何为信呢？何为信？咱们首先要知道什么叫信，才能够去信，正确的信。如果你不知道什么为信，那你就乱信，那肯定也是信，乱信也是信，三心二意也是信，是不是？一面守一面信也是信，嘴皮信也是信，
新心也是信，信佛也是信，信广家仙也是信，你们自信也是信。那我们今天所强调这个信到底是什么呢？希伯来书十一章到底什么是信？看看什么是信啊。光说一人必因信得生，我都不知道什么叫信，我怎么信呢？是不是啊？哎，进神的国我不认识神怎么进去，能不能进去？务必竭力追求认识神。我要进天国，我不认识神能不能进去？不能。不认识不能进去。神是谁你都不知道，你借着什么途径进去你都不知道，这个必须是借着个途径。我们首先看十一章第一节，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所望，第一是所望之事的什么？所望是什么？盼望。盼望。之事。所望。的一个实底。好，咱们看这句话。第一是所望，望是望见，看见。望是什么呢？远远的望见。对不对？对，远远的望见。什么叫信呢？所望就是那个盼望，这个不是用肉眼的所望，是超越肉眼所看见的这个所望。盼望的望，心灵的眼的望。像你若是看呢，主带着千万圣者什么降临？降临。那你若那个信，那就是真的信降临，对不对？所望之事的是你。耶稣降临，现在降临了吗？没有，没有。那你若为什么看见？看呐，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这怎么看呢？不信心。这个望，千万不要用这两眼。这个望是超越性的时间。超时间。那你若望见耶稣基督再来，是不是超时间呢？超时间。超空间。超想象的，这不是想象的，对不对？不是这个象，是不是这个象？大象。咱那超想象的，对不对？超理性的，超历史。超眼见的，这不有望吗？望，但是超眼见的，这一个望字就这些。这望不是用这两个眼光，是用哪个眼睛呢？心灵的眼光。这些里边是很关键的，是吧？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所盼望将来的事，未成的事。未成的是用信，已经成的是，对不对？未成的是用望，已经成的是用信。你比如说耶稣基督再来这件事未成，用什么？用望，用盼望，因为他没来嘛。但耶稣过程的事需要用信，已经过程了，但我不知道，别人告诉我，我也是没看见的，我需要信。神已经存在的事情，但我用肉眼无法看见，所以要用信。信本身就是望，所望盼望之事的实底，给你个交代个实底。信是信实事，看是看空事。有人说这不正好反着吗？王一浩讲到这不竟是反着来。圣经说不说所见的是暂时，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啊，说不说？说了。你们眼所能见的是虚空的，虚空的。现在这杯子在这，你看的是实体，实际上是空的。反而上帝所造的物质界的东西，全部是虚空的。都是虚空。对不对？是。物质是虚空的，
能看见是虚空，看不见的是实体，听清楚了吗？那么我们现在要求的是，要求是所望之圣是将来之事啊，那个实体。所以这个信是何等的关键呢？上帝为什么要就要你看不见的才相信？神能看不，神看不见，世人他追求能看见，所以他造一个主人，造一个什么偶像，搁那是地方能看见，这样能看见呢？能看见是我造，所以他听我的。我要信一个看不见的，他管我呀，所以我不要信一个看不见的神，我要信一个能看见我造的，造物的主变成他造的，是不是啊？他的主变成他造的，他的爸爸变成他生的了。你说傻不傻瓜？这世人这么傻瓜？我们今天信仰怎么信呢？是信造物的主，我看不见的，对不对？新生命能不能看见？灵魂能不能看见？神能不能看见？看不见，好多东西看不见的。但上帝今天就要叫我们用看不见的信心去看不信看不见的事，神所做的看不见的事，这就叫信。等一会儿咱们再讲，稍微休息一会儿。你看这个相机，七十分钟。